我警告你，休想爬上我的床。虽然不普通，但是很自信嘛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们酒店的床垫采用的是高科技纳米技术，能跑能跳能蹦迪。如果你想爬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如果我想，欲拒还迎。 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你这样的霸总，我见的也不少。有趣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让我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顺便再把那些烦人的、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城里人都赶走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接近我。 机会。哦，可这空气都能逼动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能睡了你的退房，就是我的荣幸。出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连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不要发出，否则的话。 今夜我一定要见人心，莫非那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？叶珏，等我。今晚得到烈焰诀的人，一定是我。哎！哎，死我了！还好我知道剧情。 两女真一男，上位的老套路。这下李爱珏能一觉睡到天亮，我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。哼，简单。猜 CP 啊！你是谁啊？哎，果然是迷情香。 说是不是顾晨派你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珏，这么夸张？走吧，别让叶珏等太久。 顾真的声音，怎么可能？雷小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跟厉先生汇报一下，马上过来找你啊！你等等我，马上回来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八二年的拉菲，是我送给洛菲的，难道他想用我送他的酒，还上我未婚夫的床？那个顾小姐，误会误会啊！那个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珏的信，嗯。 叶珏，我这就去找你。这更夸张了！啊！好啊，果然是你这个三儿，搞清楚。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，OK？ 我可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我是他的铁。
总。对，我正在这儿跟他们说着呢。哎，叶珏，你听我说，叶珏，你在哪儿呢？听得见吗？叶珏，叶珏，停！慈禧是吧？既然这么喜欢慈禧，就让你们进彻底。我说，两位大小姐，厉总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比拼，天亮之前，谁要是赢了，就能与厉总共度春宵。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今天比拼的内容是进入厉氏集团。啊！如果要嫁给厉总，必须要拥有利于常人的商业头脑，才能帮我们的厉总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，扩大他们的公司。确实，有道理。所以，谁股份越多，谁赢。喂。帮我查查现在还有谁持有厉氏集团的股份。喂，给我一个名单，立刻马上告诉公司全上下，我要收购厉氏集团的股份。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？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这样，全部买入厉氏的股票。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厂？喂，集团对吧？喂，这样项目，我们兴趣合作。手上还有多少厉氏集团？等你好消息。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好，你们俩 OK。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厉氏集团的？喂 ，James， 对吧？我这有多少项目？我们是去合作。情人，好，立刻出现在我面前。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我马上来，好，我给你两个。厉总，您找我呀？女人，怎么回事？很吵啊！对不起，李总，刚才有两位非常爱慕你的女士，差点打起来了。不过我已经将他们给请走了，可以继续休息。迷情香，九儿，你是想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自己来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想法啊。私人电话，一定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你听听。怎么办，李总？我们的股权……对不起，李总，您来我们这儿就想睡个安稳的好觉，我绝对不能让工作影响到您的休息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，我再让他的女主们进入他的公司。来，李总，您先坐。您放心啊，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帮您保管啊。却又